大家好，这里是空头猎犬。B squared Network 又发布了新的奥德赛任务，体验 Auto 跨链桥。如果您还没有做其他任务，可以参照我之前的视频，我已将链接放到视频简介中。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任务。首先进入任务页面，点击右上角的连接钱包按钮，在钱包中授权此网站连接。接着我们选择需要从哪里跨链，点击 From 下方的下拉框，选择 Testnet 选项卡。 然后选择 Sepolia 网络，这时钱包弹出，我们点击切换网络按钮，然后我们选择需要跨链到哪里，点击 To 下方的下拉框，选择 B squared network。这时候我们还没有相应的测试网代币，可以加入视频简介中的 Telegram 讨论组，通过水龙头机器人获取一些测试代币。这里我们输入斜杠加上 OWLTO 加上空格加上我们的钱包地址来获取。 人多的时候需要多等一会儿，无需多次发送，机器人会一位一位回复。机器人发送完成后会提醒我们，可以看到这里已经获取到所需的代币。我们回到任务页面开始跨链操作，我们输入零点零零零二，点击 Send 按钮，再次点击 Confirm and Send 按钮，并在钱包中批准交易。等等，两笔交易完成，完成后我们点击 Back 按钮进行第二步。 将 B squared network 上的 ETH 跨回来，点击中间的交换按钮，在钱包中允许切换网络，输入0.0001，点击 Send 按钮，再点击 Confirm and Send 按钮，接着在钱包中授权交易。第二步，我们只需要等待第一遍交易完成便可以了。回到任务列表，点击刷新，这样我们的一百分便到手了。请关注我的油管和推特或加入讨论组，链接都在视频简介中。 我会实时,时为您带来最新的空头消息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